早啊，今天要去拍照，现在开始收拾了，要不然来不及。每次拍摄之前呢，会敷一个这种面膜，收缩毛孔的。它这个是日本的大米的面膜，这还蛮好用的。这个面膜敷10分钟就好了，然后顺便看一波我的快乐源泉《新西游记》。哎呦，这小脸，哎呦，这皮肤，脸有点肿。哎，其实这个东西呀，最好别碰。先涂这个蓝妹的唇膏打底。这个日本的隔离霜可以很好的均匀肤色。德国的面具遮瑕膏，这个要配合遮瑕液一起用，因为有点干。CPB 的气垫，这个气垫可好闻了，还特别水润。来，我帮你。我帮我，我头发就有点。还嫌我掉头发掉的不够多。我们两个现在谁是小助手？托尼老师上线了。托尼等你。先给他。出一款男生发型教程。今天小助手的我升级了一下，我不明白，抢了饭碗，这咋助理把人住进锅里了？瞧瞧这祖传的手艺，棒！他搞得多好看！小助手总算有点用啊，可以帮熨个裙子，稳了稳了。